三月二到青年节这天，成大崇德社、台南大学爱心社、台南大学小太阳服务社、南台科大手工艺社以及昆山科大餐饮管理系等同学，无分你我，做伙来到后火车头，帮助创世基金会募集发票，救救植物人。顺手捐发票，救救植物人。创世基金会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长照机构。我们主要是安养清寒植物人啊，照顾老人。那么这些呢，都有很多义工来参与整个周边的服务。那长期以来呢，我们创世呢有很多的社会经济地位啊，年纪都比较资深的这些义工朋友。那么我们也很需要青年学子的加入，所以我们在这个青年节这一天呢，在台南地区成大啦、昆山啦，还有台南大学。南台号召了很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来加入我们今天街头募发票的活动。今日来这帮忙募集发票的同学，虽然有的人是第一届来，但想到会当参与这种有意义的活动，拢感觉到相当的欢喜。这是我们第一次，未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希望创世基金会也可以再邀请我们，然后我们也都会积极来参与，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记者会让就是身边的朋友们或者是说社会大众可以更认识创世基金会，那也希望说就是可以让更多的青年朋友或者是说像我们这样子服务社的社团可以就是去帮助更多人，然后将这个服务的心传递下去。我也是从小受我妈妈影响，因为她有爱捐发票救救那些植物人，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虽然我们的能力不是很够，我们可以通过募款积少成多救救那些植物人。这次很开心可以就是受到创世基金会的邀请，在青年节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邀请大家来那个募发票跟做公益这样，然后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就是注意到我们植物人的这个需求，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到创世基金会或者是各个 发票箱进行那个募发票的活动。创世基金会36年来在全台设立17所植物人安养院，实现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累积至今服务过10000多个家庭。小小的一张发票，就是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的重要经费来源。但近来受到电子发票冲击，发票募集衰退大约40%，对服务影响真大。基金会也呼吁有志青年以及社会大众，会当做伙来关心创世植物人。但是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